天星小輪旗下兩條分別前往中環和灣仔的尖沙咀航線，申請平日成人加價3毫，由2.5加至2.8，加幅是12%。小童和殘疾人士就申請加2毫，由2.5加至2.7，加幅是13%。至於星期六日和假期，票價加幅就更加大，成人加6毫子到3.6，即是加了20%。小童和殘疾人士就加至2.2，加幅超過20%。月票就加至140元。天星小輪在2009年先至獲准加價，公司解釋是由於營運成本上升，特別是柴油價格持續高企，令營運成本越來越困難。在審批天星小輪加價的時候，會考慮多個因素，除了研究小輪公司的財政狀況和營運成本之外，公眾的負擔能力以及對小輪公司申請的加幅接受的程度，都會是考慮的因素之一。另外，署方亦都會研究過去小輪公司有沒有採取足夠的措施開源節流，以改善財務狀況。 Wow TV 雷智毅報導。